一，我是二，四，三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什么？一帮一呀，一帮一。来吧，一先来。你在哪边？你哪边脸好看？我两边脸都一样。好，来吧，音乐。怎么了？怎么了呀？啊？你这屁股一顶，不是你的屁股，你那下盘，你人家帮了你了啊？人家帮过你，给你10000多块钱，我准备把这个送给你，好吧？别违心了，凡人。不要，不要，哥，你们听我解释，你们相信我。不用解释了，解释等于掩饰。第二局上。就嫌你高风亮节了，怎么回事？你都没想、啊、我这一怼你了，我就说吧，于渊哥，你看看人家，真的是，你看看人家，你给他吃了。我也是光想姐姐吃，我得再吃一颗。你看看人家，你看看鲨鱼哥，你看看鲨鱼哥。第四组，请准备。凯哥不是跑男腿最长的人吗？对啊，但是你弯腰容易顶的不是他屁股，是大腿。我终于理解说长得太高是个缺点这件事儿。来吧。还是屁股大好使，他差点给我顶的格都出来了。凯哥认真玩啊，不要让我好吧？真的吗？真的真的真的认真玩。认真玩了吧？认真玩，认真玩了吧？这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。最后一轮争夺第三名，音乐请准备。现在就给人顶出来了，你这出去了。你是来跳舞的吧？我是来展现我的舞技的。经纪人，给我打个电话，找点工作。最近有没有跳舞的那些啊？我噔噔的舞。好，那恭喜于洋、郑凯和晨哥获得了改中太空胶的机会。可以不中吗？可以不中。邻居，你想要中太空胶吗？不要嫁祸于我。那万一挣钱了呢？是吗？我中，你要不中？那我也中。中还是不中啊？你？我中。中吗？确认？我中。哎，我可以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吗？可以。白鹿帮助过我。我不要。啊，那行吧，我中吧，我中，中好了我给他。好，那三位，我们来结算一下，看一下现在的金额。中这个就辣椒这么贵啊？7000。因为之前你没有大棚，所以现在等于额外送给了你一个拥有大棚的机会。啊，没棚啊，你还买了个棚。白鹿不是不种吗？我上他家种行不行啊？
他家有完事咱俩分钱那玩意儿，谁给你分钱？不是你跟那省快递收5000块钱，行，来吧，看收成吧。好了，对于太空蕉的种植，大家都格外的用心，像照顾自家孩子一样细心呵护。但是， oh no. 但是，天有不测风云。呸呸呸呸！不听不听不听！我不听，说什么来着？我不听，我不听。有些事不是努力就一定有好结果，由于技术不够成熟，太空蕉种植失败。所以改种太空蕉的各位今年没有收益，其他没有改种的村民依然可以获得原本作物的收益。哟，5万多了，5万6了，翻倍了，怎么到账了？58000到账了，谁最少啊？你吵着啥呀？你目前总金额最高的是沙哥58000，哇，真的是大哥大。最低的又是回到了余洋。什么叫又是？你把这个词儿给我收回去。余洋，我再给你联系那啥唱歌去啊，我连活。